师，我们在这边种菜有一个意义哦，就是说借由将这个绿苗种在这路前面，我们也是可以希望呼吁我们政府正视一个国土规划的问题。现在台湾有非常多的国有土地，我们政府用所谓的就是填补国库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理由，我们去进行我们所谓的国土的活化。国土活化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进行地上权的标售，把它用很高很高的权利金卖给财团，然后设定一个地上权50年到70年。于是这50年到70年之间，这块土地可能就会成为盖高楼大厦、商业大楼。但是其实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？我们需要这么多商业大楼跟豪宅吗？其实我们都市人最需要的是公园、绿地，或是需要一些我们可以去休息的地方。因此，我们也希望可以借由这样的活动。我觉得今天大家辛苦了。我想讲一句话，就是说很遗憾的安理事长他没有回应我们任何的问题，他只是等处理而已。但是我是觉得说这个不是结束，只是一个开始而已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刚刚有一些朋友问我说，当我们离开的时候这些贴纸怎么办，我们要怎么处理？我说这些贴纸就是人民最直接的声音，就是人民给政府的讯息，所以我们会留在这里。我们希望李宏源下班的时候，我们希望李院地政司的同仁下班的时候可以看到，你们不过是盖一个印章，呈转一个公文，但是你们会决定一个家能不能存在，你们会决定台湾的农田有没有未来。公民不服从运动强调的是和平非暴力，这个非暴力代表我们不会对任何人做任何的伤害，包含昨天我们进来，我们也是尊重警察他的职权。但是这个不服从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知道当我们跨越这个栏杆的时候，我们也就跨越了权力的高墙，同时跨越了法律的某种界限。但是我们仍然选择跨越，我们选择承担可能会面对的法律责任，这是一个最高的公民意志的展现，请给自己掌声。我必须要讲，昨天有超过2000位的群众聚集在整个中央联合办公大楼的南栋，实质的影响了内政部的运作。这样的动能也是我想象不到的。我们这一条路的目标在行政院，甚至在总统府。昨天到今天，是你我共同的第一站。走向行政院，走向总统府的公民非暴力不服从运动第一站，好不好？好。各位，有第一站就会有第二站，有第二站一定会有第三站。我们会透过绵绵不绝的公民行动，让什么都不懂的政府彻彻底底的动，好不好？好。我们的马总统他说，这是一个大补案，是地方政府的选择，他尊重地方政府的决定。大补案涉及了两个重要的一个体制，一个是都市计划，一个是土地征收。中华民国的都市计划是采取二席制，也就是地方政府有拟定权，但是中央政府有核定权，所以最终的核定权是掌握在内政部的都委会，而这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站在这里的一个原因。所以当马总统说他完全尊重地方政府，把责任完全推给苗栗县政府，从都市计划的角度来看，这是非常不合适。中华民国的土地征收只有一级制，只有一级制，地方政府绝对没有权利
来进行土地征收，一定要经过中央政府内政部土地征收审议小组通过之后，他才能够进行土地征收。所以这个也应验刚刚我们廖老师所提得到，我们的总统实在是非常的无知。从昨天十点到现在的公民不服从的行动，许多人跟我说好像阻碍了来洽公的民众或者是公务员的出入，那么我回答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对，我们很抱歉，但是我也必须要讲，如果我们觉得出入要稍微绕行，我们觉得很麻烦，那么我们应该更可以理解房子被毁了、田被毁了的心情。所以我们在这里要跟大家说，这些公民不服从所进行的小小的干扰，我们向大家抱歉，但是为了要反映事情的本质，为了要反映结构的问题，我们仍然必须持续的公民不服从的干扰。所以在这里我们所有人向大家致谢，同时也为我们的行动受到干扰的人致谢，我们一鞠躬，谢谢。